我和我婆婆跟着我姑姑学跳一个广场舞。哪里了？来，咱就开始跳，开始起多少有多少步上过啊？有大概就在三十二步，三十二步。不是大概就还行吗？还行，还行，上来，孩子，你这儿到了一块儿去吧。大哥，学会了能请你吃饭，没问题，你煮一些好饭你吃啊，咱走。